好的，大家休赛季期间常会听到说球员要保持自主训练，不过自主训练到底在练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人能不能跟得上呢？今天我们特地请到旅外小将林庭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训练菜单。大家好，我是林庭谦。好的，非常感谢庭谦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训练菜单。那首先先问一下庭谦，现在目前大概就等于是从美国回来台湾之后，大概维持一个礼拜练多少次的分量这样子？是差不多五六天吧，一个礼拜，五六天的训练。对，那大概一天大概会练到多久？球场上的技术大概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那重量可能是差不多一个小时，那可能主要练的话是在加强哪个部分？会特别着重哪个地方、哪个方面这样子？今年因为比较想着重的地方应该是在于运球投篮的稳定性跟外线的把握度吧，因为这些是在我在美国会比较需要常用到的武器，那这个暑假就是需要把这些技巧来加强。好，那就你自己平常训练的可能过程或者是结果来看，你觉得可能像我这种可能平常稍微对篮球有点兴趣的人，大概练起来可能跟不跟得上你们训练的内容这样子？应该还跟得上吧。好啊，庭谦都这样说，那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等一下就知道了。哎呦，看来庭谦是对我蛮有信心的，结果没想到光是一开始的模拟投篮热身动作就让我有点吃不消。不要觉得这看起来很轻松，我手上这颗加重球可是有10公斤这么重，下半身还得在脚跟离地的状况下保持身体平衡，手臂和核心肌群都有所负荷，没有做效果是真的会累啊。OK， 我已经有点后悔提出这个 idea 了，好累，不是？好啦，打起精神来，暖身动作之后就是正式训练的开始。首先是最简单的定点投篮，从篮下到罚球线都要投进一定的球数。接下来则是要做一连串运球过人动作之后，再进行急停跳投。这部分就很明显看得出来我跟庭谦的差距啦，尤其我的投篮命中率真的是有待加强。但没想到在接下来搭配特殊滑板辅助来做出过人脚步的动作，这难度是完全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瞧瞧我这肢体不协调的模样，让我不禁自我怀疑，我真的会打篮球吗？还是来看庭谦的专业示范吧。而加了这块辅助滑板最大的用意就是让球员可以将自己的重心维持在后侧脚，让身体习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做出有用的过人动作。在接下来则是要模拟在球场上会遭遇的状况，做出时间差以及速度差的过人。终于不用再烦恼那难度破表的滑板，也让我终于有一点点能看的镜头啦。喝口水，喘口气，接下来的练习则是模拟后卫在球场上利用挡拆之后的得分手段。负责防守的训练师还会利用道具来增加防守范围。他可能拿着那个去做干扰，你觉得跟一般只是单纯前面的防守者那样差异性会是在哪里？差异性就是在于他的脚步，因为他的身高比较算是小个子，他的脚步是防守者的小个子，可是再加上那根棒子，他的臂展就会是可能190或200的人的臂展，所以这样子防守的干扰性就比较高。透过道具的辅助，在我面前的防守者就宛如200公分的彪形大汉一般，让我吃足苦头也是很正常的。再看看庭谦这行云流水、无比顺畅的动作，就知道他平常在训练上下了多少苦心。也不要看这画面才短短几分钟，我们可是扎实苦练了2.5小时啊！终于告一段落，接下来庭谦还要加码来亲自示范他在球场上的过人秘诀。好，那现在庭谦就要跟我们分享，其实也不太算一个完整的动作名称，但等于是一个过人的小秘诀，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动作可能过人的，你平常在场上过人大概能够成功过人的秘诀会在哪个部分这样子？就是我习惯在过人的时候会用我的右脚去刺探防守者的站位跟他想要防守我哪一边的一个角度，这个可能要好，我们直接实地演练来做一次啊。OK， 好，你就边做边讲是吧？好，那假如说我们现在的距离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如果我这样子你不动的话，就会直接加速去过你。可是如果我一改变角度的时候，你身体已经偏过来了，那我马上换，就是又过另外一边了。
用这看似简单的脚步试探来判断防守者的重心位置，接着就能因应不同的状况来使用出各种不同的过人技巧。就让庭谦再好好示范一次这过人的小秘诀吧。这个就是防守者，等于是我第一拍就没有跟到你那个脚步的样子。对，就是我已经改变我的角度了，而你没有去移动的话。嗯哼，好，再来。那第二个是，哎呀，OK， 好，那今天非常难得可以跟 Benson 一起参与的，哇塞，这么扎实训练的课程，我只能说，没事不要拿你平常兴趣去挑战人家未来要当做职业的东西啊！真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做起来真的难度非常的高。那 Benson 自己觉得稍微评价一下，以我平常可能只是打球打兴趣，一个礼拜打个一两次的，做这些课程的内容，你觉得表现怎么样？以第一次来说，算是很棒了，很多动作都已经有六七分样子了。好，我觉得 Benson 真的是很会讲话，然后那也今天非常谢谢他，那也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在球场上的小秘诀，那也感谢非常感谢 Benson 今天的参与，那以后不管是希望他在课业上还是球技上都能够不断的更加进步。OK， 我们今天谢谢 Benson， 谢谢，谢谢，拜拜。